再有点斜，那主要是第一个横画就够斜，第二个这边拉得非常长，所以有点斜。那其实这个笔画还蛮正的，哦，只是姿态上看起来斜。然后这一竖跟这一竖不是在同一条零线上面。好，那这里带下来以后，这里有发现一个很奇怪，这个是这样带过来再逆回去的，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奇怪的角度。然后中间就一直连带拉上去折下来，右边拉很高，右下角拉很低，带上去都撇带下来，最后终于结束。好，那这个点呢、啊，重若崩云，拉得非常开，所以这里产生一个疏密感。这边紧凑的，这边是疏的。好，试试看。窄，那这个逆上去斜，逆上去，因为这样才会有魂落。那这个地方是这边绕出去的，所以它大概在回来的时候，这底下产生了一个这个带笔的动作，然后这边划过来。下面它就写得非常的方正，带上去，然后这个零线，这一条线跟这条线不是在同一个零线上的啊，稍微有点错开了。下面短处，短处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让右上角这个哦最高的笔画，当它滑下来到这边以后，它滑得最低，然后再逆上去以后，用力的撇带起来。在这个点重若崩云，那因为它要产生疏密感，所以不点近，它点远，而且点得非常的浑厚。好，窄，